2023年，全国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数较2022年下降4.8%，查处治安案件数与2022年基本持平。今年1到7月，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30.1%，已经连续14个月同比下降。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同比下降23.8%，已连续11个月同比下降。现行命案破案率保持99.94%的历史最高水平，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。来华旅居的外国人呀，大家在这个微信呀、微博上也都能看到啊，纷纷称赞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。2023年，全国群众安全指数达到了98.2%，连续4年保持在98%以上的高水平。